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在空间呐、啊，因为动物本来就好奇，但是如果它又紧迫，然后又吃不饱，这两个全部加在一起，它一定攻击。所以我们如何让它的这个攻击下降，吃饱喝足，空间要足，然后再提供一些转移注意力 的方式，例如像玩具，那你就可以大幅下降这种所谓的攻击。